阿龙开撞，开箱设防宝，设防料理篇 Part Two。洗面的面盆啊，落浸面，另外一个盆啊，甲盖起来，一道两块盆啊，垫咧，把它甲水倒掉，安尼就洗啊。然后伊那那拌酱的，甲迄个倒头酱，倒头酱，迄醋落下身啊，吹落面，就好食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阿龙。欢迎来到型男大主厨，阿龙教你来下厨。今天开箱的主题料理是乌鸡面，不是乌龙面，也不是乌骨鸡哦。排骨鸡你无排骨，那无鸡，这是阿龙师精心推荐黄金比例的乌鸡面。等下阿龙师要来示范，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了解哦。回到现场，哎，今天阿龙师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这个乌鸡面吼，就是较早咱的内里的内底，啊，咱照我们现有的东西，啊，咱来做一道足好的料理。一般咱内里开百味，咱有开这个泡面，啊，内里有一条叫做排骨鸡面。啊，这排骨鸡面吼，一般吼食久咱嘛会生。好，啊，这个犯人吼，伊想要改变特殊的料理吼，通常阮阁会加一寡特殊的物件，吼，排骨鸡无排骨嘛无鸡，但是咱要安怎甲做做乌鸡面？等下看阿龙师来示范，我即马先补充一下，爱揣什么物件？排骨鸡面，啊，甲一罐乌醋，这内里啊吼，有你袂济，但是内里啊这个乌醋吼，伊毋是玻璃，是塑胶的，啊，拢差不多安尼细罐的。啊，真侪犯人拢会开这起来调味，内里啊，内底无加醋，无底醋，嘛无这个冬鼎，但是咱要哪煮面呢？一般咱有泡烧水，烧水就吸这个面吼。阿龙仔，你现实社会当中，咱免遮尼啊，免遮困难，所以我传这个电磁炉吼，来，啊甲开个烧，啊水就哪滚啊，它拄只都已经不滚啊，啊都 NG 烧这个，煮到水就要无味啊。这排骨鸡面甲拍开吼，咱有料理包两包，这个粉不要放啊。要这一包，现在水慢慢的滚了，好，食神比我的气功，好，开始烧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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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烧啊，好来，今麦面甲放落去，放落个煮，然后吼，咱先甲这面吼煮个烂，好来，真简单，越简单的东西，有人说是最难做，其实你那个窍门抓到，其实弄出来的东西是很美味的。趁还没软的时候，这个酱料包这一包。把它打开来，先把它倒进去。这个在家的观众朋友你若无聊，再等于气化买下一个，开始嫩啦吼。不嫩的吼，咱即马吼取面，你本身这个料理包都真香啊，所以咱把这面吼，把这水先落汤，这个面热热的，把那个酱先把它焖软掉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乌醋，阿龙师吼准备这个两杯。其实嘛，要量杯啦。我用量杯吼，是要让恁看较清楚啦。其实恁着照恁家己要食偌酸，恁家己去决定落。看咱老口安尼食，乌醋面同款意思。只不过咱是放排骨鸡面内底配料入去，所以吼，一般阿廖吼拢会先建议观众，毋敢食伤酸的人。我即摆比如讲，我用我若吃细细就好，因为这一包面，所以咱唔好用伤多，加淋一寡落去。一般人咧排骨鸡面拢是煮汤的，咱卖煮汤。哦，咱用食这搭，啊，甲这酱料，甲咱乌醋，安尼尔，啥物物件拢莫掺。啊，有诶吼，凡人想讲要食较甘甜，伊就放一寡砂糖，但是我感觉无必要。这是阿龙哦，很用心的在做第二道料理，其实就足简单，你无啥物功夫啦，这是窍门，窍门啊，杀入就好啊。哦，有赞无？啊，小编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有三个人呢。三个人，不要紧，我跟您讲哦，这是一个示范尔吼，我袂使用伤多，用伤多你感觉讲啊，这食食感觉无啥物特别的，啊一点仔咸食，哇那真好食啊！啊，等于你要想要吼，做你男朋友啊，做你爸爸妈妈食吼，这我较早常常你食，所以吼，互你两个人食就好啊，我卖食。好香。嘛，当然嘛香。啊，你不是干袂使煮炒的面嘿？袂歹食，食看卖啊，来，今晚我你食，食看卖啊。甲阿龙师做参考一下吼，正常第一集我来讲，一讲我来无头路的时吼，我若唔是要卖泡面，就是要卖这个面，咱甲咱卖下啦，歹势，咸面啊无甜，要哪食？我甲你讲，浓汤鸡好无？意大利面你知道？意大利面是签嘛？那个台湾意大利面浓汤鸡啊？谢谢阿龙。来试试看，甲我参考一下，先尴尬。
好吃说好吃，不好吃说不好吃没有关系。超好吃，超好吃，好吃吗？你为什么不讲话？你现在不给我面子哦。好酸哦。然后分个五 CC 就够了。好酸哦。啊，拍谁？因为阿龙是喜欢吃酸的。因为我要恋爱的感觉，所以要酸酸。哎，这个没有甜，酸酸咸咸的。重点是，如果撇开，不要那么酸的话，好不好吃？上次说不好吃的毛阿波的炒青鸡，已经跟我一样糟了。没有啦，卡在母尼奶里呀，啊，一盖拢煮几磅回家，啊，一磅可能大放十个人以上。啊，我们后来那个是怎么煮面？就是用那种洗脸的那个圆盆子，因为阿姨在家里，你无很充裕的工具啊、设备啊，啊，就摕一个洗面的面盆啊，就浸面。啊，浸面怎啊先摕一个，另外一个盆啊，甲盖起来，水面啊，甲淋油汤。哎，伊就两块盆啊，叠咧去白素面，啊，细小面一盘，啊，叠好势哦，把那个水倒掉了，摕来。盆啊，就开开，安尼就洗啦。然后伊那个拌酱的，吼，大家就倒头酒，还醋落下性啊，吹落去，就好食的。啊，反正我就关心无聊，规顿就想讲想方便做啥物物件。我下一集吼，我来做一个更特别的，饭食无聊，卖豆条。假日我来做甜点的米糕，很特别吧？没听过吧？犯人把这些白米饭去做米糕，做饭丸。甚至做插盆，你要把不要的东西拿来再造，再设计一些奇奇怪怪、比较特别的东西出来。那其实，好了，我这么写乱煮几天没啦，啊，乱煮几天没，其实就是你要用很多的实验，做了很多次的实验之后，平常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只要放一包酱料，啊，都一块乌醋落就好啦。啊，有的人想讲，伊外只死咸，他放一点砂糖进去，搅拌。啊，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实现。阿龙是比较不喜欢吃那么甜，因为很容易就会糖尿病，糖分过高。而且糖那边的人都很多，所以尽量就是吃淡点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欠一个朝天椒，看在我奶里要做五星上酱，五星上酱来的五味的小鱼干啊、辣椒啦吼，那个面是酸酸辣辣，又有排骨味又有鸡面，但是没有排骨没有鸡的，很开胃，很开胃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种夏天的时候不要用汤，吃干的，哇 ，delicious！ 哎，你看我故意要秀一段英文，刷你英文存在感 ，yeah！ 我有个问题，那个五星上酱那个要去哪里买？外面买得到？我跟你讲，五星上酱哦，阿龙师哦，下一期会想办法到看守所去，有的会客会买百货。我直接带慧哥创看能不能买，我买来给各位观众朋友看。如果万一真的买不到，我会找类似可以替代五星上酱的东西。但是哪怕关于这个同学啦，到底呢，你阿弟亚打工厂五星上酱什么名呀？那个真的很辣，反正很棒，那个配什么都很好，就对了，是真的很辣。你的来，你也来这个东西啊吼。有时候不是很干净，细菌很多，我们要多吃一点辣，杀菌一下，这是犯人想的啦。我蛮专业的啦，加那个对两家，你听好不？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说那个不能用玻璃瓶，为什么？啊，玻璃瓶不晓得为什么，你玻璃缸啊，危险，有人要杀人，要攻击，要自杀，他把瓶子敲破就可以做武器了。所以在军营里头，铁的或者是玻璃，他都通通都不卖，都卖塑胶的，就是避免一些事情，危险事情发生。啊，那刚刚说不能有铁，那为什么还可以卖罐头？拍死罐头是你在营内的下房还没出风进前。那是你食糜，譬如讲按二房三房，啊，即马早起起就硬咧弄门，啊，你即房开罐头，有啊盆啊倒出来，啊倒出来就把你开了，罐头在杂役的手上，杂役开好，倒在那个盆子里面，咔咔咔咔，那个铁盒子有没有？一个胸罩啊，伊无可能我咧提你去内底去，我即马是咧讲看清楚，那你敢唔敢内底？伊有分高度管理、低度管理，有分低度管理一般伊就是直接罐头按横按那个方空。提你去互恁，叫恁开开卡卡的罐头爱提出来，啊！你高度管理，伊就直接罐头把你套套卡卡，迄铁盒子不会让你带进去。你刚问的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我顺便有各位观众朋友知影讲，干嘛来？这其实面面夹夹足多，但是我阿良无在了吼，各行都讲到足清楚，是多啊，人去问到哦，咱才想着我甲讲互恁听。所以里面就只会有塑胶跟纸，够会薄啊，不也可以，薄不行太长不行，对。在看守所哦，我包胸疼嘛，没晒。你看你那个主席，他不是会捆边，
它捆边，它绝对不可能让一体成型的。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断线，再缝第二个阶段再断线，怕你自己把它拆开来之后。有人想讲啊，我着逐条拢套套来拔起来咧，歹势吼，你长期拔起来，俗的烂无够烂，吹袂死，会长期对，会跌倒。啊，你要自杀无做哩，你后生去爬倒来，你讲掉东西要煞实实，你知道？啊，本来要掉先煞煞煞实实一点。对，我在后面节目我会讲揭秘的相关的规定。哎、欸，我今麦是你讲美食呢，我型男大主厨，你哎，离题。好、欸哦，你偏离主题啊，好、哦，私交啊，忍不住想问，私交啊。啊，你刚讲完哪里？还不错哈、哦，之后回家可以再试试看。我刚刚讲的，可以加一点点砂糖拌一拌，其实还不错。阿龙山他是真心推荐的特别料理。今天这个乌鸡面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不是乌龙面，那不是乌鸡面哦。靠，要是乌鸡面吼，你都唔得坐家。阿伯，家己的想当想晒，你知道？你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阿龙。你不要教我，我不住了。谢谢谢谢。我们补一下好不好？就是今天这个乌骨鸡面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来开始。今天这个乌骨鸡面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是不是？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对对，快开心一点，快开心一点。今天这个乌骨鸡面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今天这个乌骨，那是乌骨鸡面。乌骨鸡面。这你就是打板了不？我感觉咔咔 NG 几次 ，NG 几次。用手做啊，用纸做啊，你不是都很会用纸？你要用纸做才有创意。我们下次就买一堆信，然后大家在里面粘。你不是还粘了一个门把，可以放那个风管吗？炮管啊，拿了风管。我去买好几本的那个信纸，然后你教大家做，然后做好了。那是你那个环境当中，那是不得已，那无法度，那就是就地取材啊，那是。那哪有更加好的物件，都买用更加好的。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会喜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感谢阿龙师，呜呼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。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啦！再来，再来很多。我这个，我这个细胞诶，最贵，但你要吃啊？对对对，我等我煮。